友们呢，那个对我的一些个人作品也比较感兴趣，是吧？那今天呢，我不是我想到一个作品，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在一起共同的互动一下啊，听一听这个声音啊，就知道了。金龙制作，拍拍操，现在开始。开始，头拍拍，金拍拍，头拍金拍拍，大拇指大拇指拍拍，小拇指小拇指拍拍，大拇指拍小拇指拍，大拇指小拇指拍拍，儿子儿子拍拍，儿媳儿媳拍拍，儿子拍儿媳拍，儿子儿媳拍拍，左边扭扭拍拍。右边扭扭拍拍，左扭拍，右扭拍，左右扭扭拍拍，预备，开始，头头拍拍，肩肩拍拍，头拍肩拍，头肩拍拍，大拇指大拇指拍拍，小拇指小拇指拍。自打2009年呢，这个作品我做出来之后啊，得到社会各界的一个好评和一个非常好的公益性啊，朋友们啊。本人呢，我不是说正式的，现在正在从事这个网络主播啊。所有的好朋友们啊，想看我在线直播的，记住了，手机或者你的电脑下载 YY 啊 ，YY 就是大写字母 Y 啊 ，YY 啊，下载 YY， 下载 YY 进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是24294329，24294329，那是我的 YY 的频道号。如果你要手机上现在没有 YY 呢，也没关系，可以率先先加一下我的那个，我那个微信公众号。我的微信公众号你去搜索一下，搜索汉字，搜索什么呢？搜索一下娱乐蒙古喜羊羊，娱乐蒙古喜羊羊啊，那是我的那个微信的公众号啊。那个再有一个朋友们啊，我说最近呢，我说这几年呢，我不说了吗？除了经常呢在外面给各个团队搞一些个励志方面的这样的培训，包括心态方面的培训，包括观念上面的培训之外呢，本人的自己的业余爱好呢，还是离不开这些个音乐方面的这些东西，包括有的时候自己改版一些东西啊，制作一些东西，很正常的啊，包括呢，很多很多社会各界呢，对这个金龙拍拍操这个，使用的率呢，也是挺高的。你就像我前一段时间，我说走在一个大街上，看着一个宾馆门口，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什么，做了这样的一个那个培训嘛，一帮那个宾馆的服务员站在那里面，说我们一起来跳个拍拍操吧，然后我在这一听啊，我说我没想到，我说粉丝咋这么多呢？借了好朋友们啊，我说我的说话风格的一直以来就是以幽默为主打啊，本人的才艺也非常非常多，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拍拍操上，也不仅仅局限一个什么唱歌啊，什么包括就是模仿秀啦，乐器表演呢等等的啊，包括很多很多正能量、正念、正思维的东西。朋友们，我不说了吗？当你想走进我的直播间的时候，你都可以与我在线互动，一起共同探讨聊天啊。咱们这个以我这块想做出这个直播间呢，做的是我们这个这种的什么呢？既要正能量啊，要一些正思维、正观念的东西，而且呢，我们是雅俗共赏啊。该娱乐娱乐，该才艺才艺，该玩玩，该说说，该笑笑，该闹闹，该开玩笑开玩笑，该讲段子讲段子啊。然后我不说了吗？那个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我说想说有什么心里不痛快的了、不高兴的了，记着朋友们，我这人吧不研究农业学，不研究那个科学，我这人只研究开心学。对于我了解的朋友们，我说嘛，了解的并不多，可能是这个金龙拍拍操可能流行的比较广一些啊。但是所有呢在网络上看到我这段视频的，记得好朋友们添加我的微信公众号，我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娱乐蒙古喜羊羊，娱乐蒙古喜羊羊，喜羊羊是那个羊，是三点水哥哥绵羊的羊的羊啊，三点水那个啊。然后那个，如果你要手机或电脑上下载这个 YY 啊，就是大写字母 Y 啊 ，YZ 那个什么 X 那个 Y 啊，有不知道的啊 ，YY 啊，下载 YY， 手机也有，电脑也有，下载完了之后，然后注册一个号，进入到里面搜索频道，搜索24294329。
24294329，这就是我的 YY 直播间的频道号，我们可以在线的每天的在一起啊，聊一聊，谈一谈，闹一闹，玩一玩。你有些不开心的呢，到我这块你就多听点段子；你有些心里面有些纠结的呢，我们可以探讨探讨，跟心态啊，跟观念都有关系的话题，朋友们没有问题啊！记着，所有的好朋友们，我说，当有一天，我说我们没准哪天还见着面了呢，见面没准哪天是吧，咱还吃点饭呢呢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好了好了，我这个我准备下播了啊，下麦了。记得朋友们啊，回到我的直播间啊，我的直播间在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我很多的精彩的视频回放和一些视频资料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就说到这儿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。